我只能说，真的感觉好喜欢。而且我说实话，打个 MAD， 咱们不能开心的，都开心不起来。哎，这把这两把没有打得特别棒。还是要看下回合的分签，如果抽到 DK 的话那要闷，当然前提是 DK 能赢啊。抽到 DK 是最闷的，抽到 DK 或者抽到 KT 都有点闷。 KT 打李林记对吧，两个队肯定出一个队，我大胆猜测应该是 KT。 DK 不行那比 MAD 行十倍，兄弟 DK 再不行也他妈比 MAD 行个十倍千把倍的。而且 DEF 的打 LPL 很来劲的，我们看看，我们来预测一下能抽到哪些人吧。只要不抽到这两个队的其中一个 KT 李林记，抽牛肉干肯定是最爽的，兄弟。哎他妈牛肉干凭什么二杠一啊？哎兄弟他妈牛肉干二杠一找谁虐了？天选之子啊牛肉干。微博肯定是这个组的肯定不想抽，这个组的都能抽，鸡兔牛肉干都能接受，鸡兔牛肉干都能接受的，鸡兔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强，鸡兔牛肉干都能接受，就怕波乐哥和 T1 说白了就是咱们 LPL 这两个组，这是最他妈倒霉的钱，就是抽到 LPL 这两个组，其他组都能接受，除了 LPL 这两个组都能接受 DK 对吧， Fnatic 牛肉干鸡兔随便谁，只要不是 LPL 的两个组，因为 LPL 这两个组都是地狱难度，不管 KT 李林记 BDG T1 都是地狱难度，而且地狱难度就钩子算了，输了都得滚一个。咱们就说句再不济的话，万一他妈的咱们真记在那儿了呢，万一真是对吧，李林记万一或者 BDG 真来了呢，主要就怕抽到 LPL 这两个组啊，主要这两个组都是高手，这四个队都是高手队，其他组都能接受，我说句实在话其他组都能接受，真的你真别不信吧兄弟，我觉得 Fnatic 真比 DK 强一点，我你们要不信的话你就这样，你就祈求韩毅抽韩真，他就来抽个 Fnatic 打 DK， 你就让他抽，我包让 Fnatic 赢。 DK 打越南队没写的包赢，兄弟们真没写的包赢吧，明天反正下午三点钟我来，我不信 DK 能包赢越南队，我不信，我就希望越南队赢，到时候咱们再一抽就完事了，咱就就近打吧，近的打近的吧，咱就这样打了算了，咱抽什么抽，就近打吧咱就。